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727页啊，727页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总标三倍。24、25，这两品是讲修行。我们在前面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了相当的认识，升起无限的向往。现在要告诉我们怎么去。那这一篇经就很重要了，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倍。这总标，先给我们说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有智心愿生彼国的，这一句话重要啊！智心是真心的，真愿意往生的。欧耶大师告诉我们，要解里头说的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那换句话说，我们有真心，没有怀疑。那我们有真愿，不留念娑婆世界，这才能去得了。所以智心愿生，愿生当然有信，没有信，这个愿是发不起来的，是愿里头就有信，具足信愿的就能够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有了。但是到极乐世界呢，有三倍，有三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一品。第23品，十方佛赞的，乃诸佛赞叹愿的成就。48愿的第17愿，
诸佛称赞愿，啊，诸佛称赞，第十七愿成就，啊，这个愿兑现了，世尊为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那么诸佛称赞是阿弥陀佛要求的，诸佛不辜负阿弥陀佛，真的称赞，没有一尊佛不称赞啊！怎么称赞呢？就是宣扬，把极乐世界真实状况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啊，有缘的众生就是具足信愿持名，这有缘决定得生。那个缘还差一点，没成熟的，慢慢来。变数听多了，他就有印象了，啊，他就会认真的去考虑，啊，要不要接受？啊，一直到他信愿圆满了，他就相信了。再听到佛说，他就信愿持名，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个佛称赞愿呢非常重要，不是佛没有人知道，不是佛他说不清楚，啊，只有诸佛他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让大家听了生起信心，所以底下说：“盖于十方众生闻名发心，意念受持，而随愿得生。”这就是诸佛称赞的目的。诸佛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为什么成佛才叫做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诸佛如来菩萨罗汉示现在九法界，目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佛陀教育的宗旨。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为什么要学佛？我们怎么回答的？我要离苦得乐，我就为这个。那佛陀教育确实能帮助我离苦，帮助我得乐，啊，不是现在这些小苦小乐，佛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究竟乐就是极乐世界。这真的不是假的。学佛的人不迷信的，啊，哪个迷信的人说离苦得乐？啊，真正头脑清楚、有大智慧的人啊，才会说这句话：“我要离苦得乐。”啊，真有这个方法。真有这个道理，啊，那就叫真理。啊，掌握住真理，方法简单容易。真正是中国古人所谓大道至简。啊，佛法里头这个法门，真正至简到至简处了。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信愿持名，
就一句佛号啊，六字四字都可以啊。啊，还有哪一个比这更容易的？啊，关键就是你能够掌握住，让这句佛号不间断，就成功了。啊，我们要做的事情，信愿持名。不要把持名忘掉了。啊，常常念，常常忘掉，这个就是业障习气现前。啊，你要问什么业障习气现前？把佛号丢掉了，又去打妄想去了。啊，除了佛号之外，任何的思想都是妄想。啊，妄想里头有善有恶，那是业，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除不了六道轮回，离不了究竟苦，这要认识清楚啊！啊，真正用功人逼着自己。日夜不休息，晚上不睡觉，念到通宵啊！啊，一句跟着一句，怕丢掉。这样的人有啊，历朝历代都有啊，现前也有啊，啊，他们都有成就。真的往生了，真的离苦得乐了，啊，给我们做出榜样。那么这一品精品，啊，则论，这个论就是讨论、研究讨论，或者是。世尊在这里论述往生者因行的类似啊，这个次就是三倍啊，类是有四土啊，十报土是一类。方便土是一类，同居土是一类，一类里头又有九品，啊，这都属于类次。盖以凡夫闻名后啊，信愿有深浅，有人信得很深，有人很浅，发心啊有大小，啊。有人发大心，什么是大心？个人离苦得乐，这个发心小。我离苦得乐之后，我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这个发心大。跟佛一样啊，这是佛最欢喜的，又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了，啊，欢喜。那我们现在发大心，这个大心发的不能兑现的，啊，不是要我们现在兑现，现在真有这个心，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现在也起作用，作用啊比你理想要小一些。像海贤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未曾丢失，他就一句接着一句，这他成就了。
他的成就靠这个。那我们世俗说，老人家寿命长，那个延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他多次要求佛来接引他，佛告诉你修得不错，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一个榜样，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榜样。世尊留他住在世间，那为什么？他一句佛号未曾丢失。啊，睡觉的时候时断了，丢失了，醒过来就接上了。啊，工作的时候不用思考的工作不丢失，用思考的工作暂时丢失，事情办完了又佛号又起来了，这就行。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要发愿，也给念佛同学做个榜样，像海鲜老和尚一样，那你得要忍受这个世间的苦难，佛会把你的寿命延长，这个延长是有价值的。那为什么？你的念佛的时候是自行化他，啊，自己念得受用求往生，别人看到是个好榜样，那就是化他，啊，自他两利呀，自他两利的是菩萨了，不是凡人的，啊，在今天这个环境，真的是苦不堪言。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到处都有，不定什么时候发生。啊，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无论富贵贫贱，大家都感受到啊，没有安全感的。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又做出好榜样给别人看，佛加持你，菩萨加持你，护法龙天也加持你，由你自己选择。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啊，所以念老在世的时候，发心大小，持诵啊多少，啊，你读经，一天念多少部，佛号一天念多少声，这就是有多少不一样啊。修习有程度，啊，修，注意这个习字。啊，修这个里头有理论，有方法。啊，经典上教给我们的，习这个字重要。为什么？它落实啊，不落实那是假的，是空的。啊，不能感果，真正感果全在这个习。习随着你的智慧，随着你的善巧方便，怎么样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这一句佛号不离开啊，工作在工作的时候这佛号也不离开啊，乃至于处事待人接物这一句佛号给注释，就是至诚心。
就是真心，就是自信。那我们常常劝勉同学，学佛要用真诚心去学，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第一个就是至诚心，真诚到基础啊，这是菩提心的体，从体起用，有自受用，有他受用。自受用叫身心，他受用叫慈悲，大慈大悲。啊，对待别人大慈大悲，像佛对待众生一样。啊，看到众生在受苦，在受难。啊，要帮助他，现前的帮助他是自他念力，念佛给他回向，诵经给他回向。啊，诵经是让他先明理，后就发心了，已经发心了，我们念阿弥陀佛给他回向，这样就好。啊，所以要懂啊，诵经是什么意思？念佛是什么意思？清楚明白啊！习，习是真干，没有真干不能成就啊！所以修习有勤有惰，种种不同。那么众生俗根有无量差别，福德因缘一佛各有殊异，人人自别，个个不同啊。这话说的都好啊，这个都是总说啊，细说就太多了，说不尽了啊。总说人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别啊。下面念老接着告诉我们，故知十方众生往生者无量，真的，其品类也，亦无有量啊！往生到四土、三辈、九品，啊，每一品也无量，每一类也无量。什么是无量呢？时时刻刻往生的都无量。变法界、虚空界，这个范围太大了。有没有边际？没有边际。其大无外。还有，反过来看，其小无尽的。啊，大里面有小，小里面又有大，重重无尽。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早年头，唐朝时候，清凉的老师贤首过世啊，那个时候《华严经》在中国最初译出来，晋朝翻译的60卷，
贤首过世读的华严是60卷，那80卷是唐朝时候翻译的，他没看见。讲到重重无尽，皇上听不懂，这什么意思？过世很聪明，请皇上建一个八角亭，建个小亭子，八角亭，八面放上镜子，八面八个镜子互相对照，上面加一个，下面也加一个，请皇帝到当中站下来去看一看。皇上进了八角亭一看，明白了，光光护照，重重无尽，上下也无尽，宇宙就这样神奇，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是事实真相。往生的，我们念念都有人往生，十方世界人，从来没有终止的，没有说休息的。阿弥陀佛的戒引，没有一个漏失的。那有人说阿弥陀佛太辛苦了，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戒言是不断，弥陀感应，众生求生净土是感，阿弥陀佛是应。佛发的这个愿是真的，不是假的。戒言愿，你往生，佛一定来戒言。宇宙多大？无穷大。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生灭，没有远近，那些都是我们的妄想。这些妄想统统丢掉，你就起入了。只要有一个妄想，那个妄想造成的障碍你不能见性。障碍你不能够理解，你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古圣先贤的学问是佛学，他们达到的境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而且都是无私自通的，古人无私自通的都常有，什么原因？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容易啊！不定什么一触动，他善根发现就悟了，这就是无私自通。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大的宗教，创教的那个祖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心地清净，自然通达明了。那触动的缘没有一定，不定什么缘。有人看到，秋天树上落叶，叶子落下来，他可开悟了。有人听到流水的声音，开悟了。
不定啊。啊，能帮助你开悟的，那就叫佛法。佛法没有边际，八万四千法门，佛说的。佛没有说的呢，包括现在无量法门，只要能帮助你开悟，都是佛法。所以古人教我们，经要念，念会得定。那念怎么样？就只管念，别想。一想的时候，你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我想经里的意思，那告诉你，经典没有意思。啊，清净心中哪来的意思？意思全是妄想。啊，所以佛说，佛说经，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大乘期间呢，明白地教给我们，不能用心缘想。心缘想是，我想到呀，这什么意思？没意思。没有意思，你开悟之后的时候，你在这个经文中看出无量意，你才能真正度众生。为什么众生品类无量无边？你所说的是正契合他的机，哎，他开悟了。啊，你对那个人讲的时候，他又是一个讲法，他不是一个讲法。啊，给谁讲谁听着，那个当机的人就开悟了，妙啊！啊，那么特别是经宗这部经典。这个今天是妙极了啊，你只听懂了死心塌地全部丢下，一切放下，就这一句一句佛号啊，我相信你一定开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啊。你念佛名可以，海贤给我们做了榜样，就一句佛号，没有多的啊，那有人读经，行。啊，一天念十部，一天念20部。啊，开始念的时候不熟。啊，念一遍要1.5小时到2小时。念熟了，完全会背了，背的一个字不漏了。念一遍是半个小时。啊，所以有人是一天念10个小时，行。啊，熟透了的时候，10个小时20遍。啊，一天念10遍，也是10个小时。他念的速度慢，1个小时念1遍。啊，还有10个小时只能念5遍，都没问题。啊，只要你放下万缘。一心去念，啊，要用一心，就是念的时候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字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就行。啊，念上1000遍，千遍小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这里头大概什么意思？明白了。啊，古时候在这个时候明白了，自己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要请一个老师来做证明。啊，你把你的悟处给老师报告，老师听听看是不是真悟。啊，真悟了，就毕业了。啊，1000遍是小悟，2000遍是大悟。啊，1000遍完了之后，再念1000遍，还是老方法。没有怀疑，没有夹杂，
啊，念的时候没有妄念，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要这样念才行。啊，2000遍，你去再把你的悟处讲出来，你悟得深，有深度了。啊，能不触类旁通，何学何用？比念1000遍高明多了。1000遍你体会的没错，第二个1000遍可以用了。啊，可以讲经教学了。大悟，菩萨。第三个1000遍就有彻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全通了。那我们在坛经上看慧能，慧能大师，他听人念《金刚经》，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这是什么？无量界修行的善根。遇到这个语言，他开悟了。他不是见色，他是闻声。听别人念经感觉啊，念到就触动了。他的善根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对于这一句的时候感触非常深啊，那么得一些善友帮助他，让他有这个缘分去亲近无祖啊，在黄梅8个月干什么？跟五祖只见了2次面，啊，没有进过禅堂，没有进过讲堂，8个月舂米、破柴，啊，在厨房里干活，啊，那是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那是他在那里修禅的啊，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无祖知道啊，他是真用功啊，随着缘成熟了，然后无祖估计8个月了，成熟了，宣布传法。叫大家写一首记啊，你看《坛经》上记载所说的啊，到最后真是逼着神秀写了一首记啊，大家晓得没开悟啊，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现的啊。那么这个信息传到对方里面。他听了，知道这没开悟啊，所以他也想去看看啊，请人带他到寺庙里头，贴这个祭祀的地方，他说我去拜一拜啊，种一点善根，他谦虚。这一个记载让我们了解。能大师是个老实人，你看，在这个庙里头，八个月，贴这个祭祀地方，他居然不知道。啊，指派他的对方工作，他8个月就在对方，除了对方之外哪也没去。这寺庙那么大，拐拐去去，
没去啊，要是一般的人来说，一定是到处都搞得很清楚了，摸得很清，说哪里我知道，他完全不知道。老实、听话、真干，就从这里看出来了。啊，他的本事就是这六个字：老实、听话、真干。他把句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句子下，大众一看的时候，都吓到了。啊，但是不敢说。老和尚赶紧赶快过来，把这句子擦掉，每一件性告诉大家，让大家心安起来。啊，巡寮。接着就巡了，巡了就是把整个寺庙到处都看一遍，叫视察。啊，佛家叫巡了。啊，这是掩人耳目。啊，暗中到达对方，你看，问他米冲熟了没有？这都是禅机，别人不知道，他话里头有话。那输了，早就输了。有钱晒在，就是没有人给我做证明。啊，那个时候迷输了没有？你有没有参透？啊，是不是真的大彻大悟了？啊，真的彻悟了。老和尚给他引证了。所以在队上敲了三下就走了，那个三下没人知道，只有他知道，叫他半夜三更到方丈室去见老和尚召见。他真的三更啊，推门都没有关，一推就进去了。你说两个人默契多好啊，给他讲金刚经那一。也是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表态了。啊，自信是什么？说了这五句话。啊，真的，五句话是描绘自信，很重要啊。啊，自信就是真心。第一句是本自清净，啊，从来没有染污过。每个人的自信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同一个自信，啊，就是真心，没有染污过，啊，不可能有染污，啊，染污是阿赖耶，是意识，啊，不生不灭，啊，这真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法。只有自信，没有生命，本自具足。这句话很重要，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一切无量统统具足。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第四句，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什么？自性本定，啊，这是讲自性的体现用，幕后一句完全起着作用了。人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的，什么变现？意念变现的。你只要起一个念头，它就现象。无足一听，行了，叫他别说了。说到这就止住他，别说了。一波给他，叫他赶快走。为什么？嫉妒障碍。啊，神修有修行，有道行，没有嫉妒障碍。神修的徒弟不服气啊。那些徒弟都认为啊，第六代祖一定是神秀啊，
啊，我的师父啊，怎么能给别人呢？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个出家人，是在这做义工的，他走他哪去了？人不服气啊，拼命去追呀，去找啊。你去看这个信息啊，求的是什么？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方法太多了，无量法门呐、慧能大师开悟不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内，是在无量法门之内，八万四千法门之外，无量法门啊，不定什么法门都能帮助你开悟。所以六祖看到他的弟子改的弟子，他真的悟了。晚上召见，在面谈啊，面试啊，是真的是假的？没错，是真的。这个五句二十个字说明自信是什么这一通了，一切通。在逃难的途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捧着大涅槃经来给他请教比丘尼念哪里不懂，你们念出来，他讲给你听没有一部经他不通啊，他就真通了。这个叫圆满的教学，不是零零碎碎的，圆满的教学。我们对这个案例要重视中国历代用这个案例成就不少人宗门教下有大成就的总的一句话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一门深入，不读书工作也是一门深入能大师的一门深入就是冲迷破柴，没妄想，每天就干这个事情。海鲜老和尚的一门深入种地完全表现的是农夫出家还是农耕开荒一门深入干一辈子，往生的这一天也没休息他是晚上往生的，白天整理大菜园整土浇水拔草晚上走了。赵州和尚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临走这天不休息真的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给我们看了叫真精进的所以根性不一样我们也可以说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根性的人，度众生不容易，不认识根性你怎么能挑动他让他大彻大悟所以讲经教学这叫劝善劝人了解善恶
明了六道里面的因果报应，劝导大家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这个教不是究竟教，不是圆满教，是在六道里面帮助你不堕三恶道，你在三善道啊，你没有出轮回啊，所以一定要到小乘，真断烦恼，才能出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里来？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只要你有见思烦恼，就有六道轮回。你见思烦恼断了，你找轮回找不到了。为什么？轮回的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它是生灭法。滋养它的就是执着啊，也就是见思烦恼是滋养它的。见思烦恼断了，轮回不见了。现在是什么呢？是法界。是法界怎么来的？无明烦恼变现，无明烦恼破一分，是法界不见了啊，真的出来了，一真法界出现啊，一真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华藏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大日如来的密严世界啊，经常也透了信息给我啊，这三个十报图名字不相同，实际的一处，所以往生到了去之后，那个学密的人怎么你也在此地上，甚至于看到学别的宗教的，别的宗教的人到天堂去了，他叫天堂，我们叫极乐世界，他说哎，这基督徒你看他也来了啊，那个伊斯兰教的学他也来了，一处啊，一真法界啊，这个真的可以相信啊。穆罕默德跟慧能大师一样，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你看他能够口述一部古兰经，别人把它记录下来啊，这是什么？达到了个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才有这个本事啊。那遇到那一批人地区那个时代的众生，是属于这一类的根基啊，就要现这种身说这个法啊，他们能接受，他们能依照这个修行。啊，整个虚空法界跟自己一体啊，道家也讲，在中国道家，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跟慧能法师这个是无惧，没有冲突啊。啊，庄子是什么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中国称圣人啊，称圣贤，在印度称佛菩萨，名称不一样，境界相同啊。他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往生念佛的往生到极乐世界，
像老庄修成的，他不是神仙，他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他们所讲的那个天是极乐世界，不是别的，不是二十八层天。啊，它远远超过二十八层天。这我们要能看懂啊！啊，常常读经里都体会到的，对这个事情肯定相信了，才晓得所有宗教是一家。啊，真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不就说明了？应以什么身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全是观音菩萨现的，全是阿弥陀佛现的。或者是全是释迦牟尼佛现的，通通讲得通啊，没有障碍啊，妙极了啊！我们这个慈悲心才发得起来，像佛一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冲突，没有我第一你第二，没有啊，啊，平等的。就没话好说了啊，没有高下，一体。啊，所以底下念老师世尊乃于无量不同之中粗标大类啊，只能说大类，简单一点，细说太多太多了啊！于本经中呢，分为上中下三辈，是至是为至六者也。三辈里头各有三，就是九品啊，则于戒九，是指观经当中的九品啊。九品里头，每一品里头又有九品。那就九九八十一了。如是辗转推演呢，摄施无量。那么经于无量辈中，把它总化为三辈。其往生后品位虽然悬殊，若论其能生、能往生之主因，莫不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盖此正本经之纲宗，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这两句话重要，要记住。本经的纲宗就是净土的纲宗，净土的纲领，净土的宗旨。啊，纲宗两字是这个意思。啊，是。经宗的关键啊，就是这两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专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这里给我们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修行就是要抓纲领，掌握着宗旨，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我自己学佛今年16年，65年啊，这个学佛65年，讲经58年啊，我这么多年的体会到真正能认清楚经宗的宗旨，经宗的纲要，我能够掌握到啊，我能够劝别人啊，有信心地劝导大家，不会欺骗你，不会让你走错路，你走这条路跟我一样
必定一生成就。啊，不能怀疑，不能再去挑三挑四，啊，再去搞别的法门，那就错了。我们相信古圣先贤教给我们这个法门，啊，决策法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所以在一切法门当中，我只选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版本有九种，我只选择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为什么？这个汇集本是真经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下莲老没有自己啊造一句，没有改动一个字，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他慈悲到极处的地方。但现在人说伟大到极处啊，所以他是真经啊。我们就读这一本，就是把这五种原译本全读到了。啊，刚宗找住了，信心具足，愿心具足，万缘放下。啊，怎么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方法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是态度啊，是理念啊。你能够抓住这两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无论佛法是法，你都能达到登峰造极。啊，这个功夫有三个等次。一千遍，我常常说，小悟，真悟了，没人教你，你通通了，无师自通了。那两千遍，大悟，这个悟有深度，有广度。三千遍，大彻大悟。啊，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就不读了？不是的。三千遍以后还有四千遍、五千遍、六千遍，一直念到往生。啊，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用的是什么心？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觉而不迷。啊，我用的是清净平等觉来念这部经，来念这句佛号。啊，什么叫清净平等觉？万缘放下了，念佛法也放下了，才行。啊，所以你同时修两部经，你麻烦了，两部经矛盾的，说的不一样的，反而引起你的疑惑。疑就是烦恼，就是障碍，根本无明。这不能不懂啊，不能不清楚啊，关系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往生，能不能处理六道轮回，啊，关系可大了。啊，只要把握这个，游戏人间，快快乐乐，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方东梅先生所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没有地位，没有财富，那甚至于连佛法也都放下了。啊，下面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二段，三悲往生。啊，这是我们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啊，这个字柴，念柴。啊，就是我们，用现在话说，我们。啊，我们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我们往生净土是哪一类？啊，其愿行功德，是我辈祈求往生者之规范。啊，规是轨道，范是模范。啊，看看前面的往生人，哪些是标准的往生人？历代祖师，在净土中历代祖师是我们的规范。啊，那现在的海鲜老和尚，我们尊重他是第十四代祖，啊，他是我们的规范。若真只求往生，则当一致啊。又如明鉴，明鉴就是明镜，啊，一面镜子，常常照着，时时对照。啊，这些祖师都是我们的镜子，我们跟他对照对照，像不像他？啊，叫时时对照，思欲累积，啊，常常想着，我要跟他一样啊。啊，那距离我们最近的海鲜，海鲜上去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我们没见过面，文钞留在世间了。啊，读文钞就是拿印光大师这一面镜子来对照自己。啊，我们哪些像他，哪些跟他是背离的？这是榜样，当知敬宗称为一心道者。啊，这是古人就有这个说法，是一心道。什么一心道？是于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嘛。那把这一门提出来，啊，那底下的剩下的83999法门来相比较，哎，它是一心道啊，比这个83999法门容易啊，那些法门都比我们这个法门困难，是这么一回事啊啊，唯此独一也，故称一心。这个一心要认清楚，啊，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容易啊，不是啊。若论其实，如本品所云，这之往生呢，也非一时。那这一品经里头就讲清楚了，所以这品经非常重要。你不求往生，你不知道没有关系。你要求往生，非要认真学习，啊，这个两品经，24、25，啊，24三辈往生，25往生正印，这两品是方法。你要不真搞清楚，真搞明白，啊，你这一生耽误了自己，恐怕还会造罪业，啊，为什么呢？
我学的易行道，易行道不没成功啊，那佛说的不灵啊，这叫谤佛、谤法、谤僧，这个罪就是无间地狱。啊，学佛没学好，学到无间地狱去了。今天社会里头，我们细心观察，有这种人呐，不是没有啊。啊，我们自己要小心，要谨慎。啊，时时刻刻警惕。啊，给大家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那么下面念老为我们提示：倘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心愿，一向专念而欲往生，无有是处。念老这些话，都要把它念熟啊，常常能想得起来。是不是真为生死？这是大事。无量界的轮回，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这一次我们遇到，你说这一生是多么宝贵啊！过去生生世世迷惑颠倒，把了生死这桩事情啊疏忽了啊，这一生呢难得这又遇到了，如果再疏忽就错了啊，过去已经过去了，希望这一次不要再错过啊。要怎样才能真为生死，放下万缘啊？刚才我们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金刚经上讲的啊，八万四千法门，我们只是取这个法门，其他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我们都放下啊。这就是藕益莲池大师他们两位老人常说的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你们哪个喜欢去悟，你们去学，我不反对。那我呢？我不干了，我搞清楚了，我要走我最有把握的这个法门，其他的法门我没把握，烦恼不好断了，很难断了，我只取这个一心难信。啊，男性对我现在真信了。啊，搞了半辈子，在经教里头明白了，恍然大悟了。啊，专修这一门，靠定阿弥陀佛，这是他力法门。啊，依靠阿弥陀佛，靠定了。不再怀疑了，不再离开了，发菩提心啊！什么叫发菩提心？藕益大师讲的最好，深信发愿就是发无上菩提心。菩提心是做佛的心，往生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就是去做佛的嘛，而且还做佛中之佛。前面讲规范呢，我们做佛的规范不是别的佛，是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修行的规范是印光法师、海鲜老和尚啊，也不要找太多，这两位足够了。
印光大师每一篇文章都是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海贤老和尚一生的心意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学他的话术，我不再拐弯了，不再丢失了。啊，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事情，包括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这个世间修行正果讲的这些经啊，全是生灭法，这个要知道，佛所说的都是方便法，都是生灭法啊。学佛的人有这么多的根性，他说出这么多经来，没有当机，没有这根性，他不说，说的少，没有说的多，无量无边的，他说的少分的，啊，为什么？地球上的根性的人，有些在这个时间还有时间居心的，佛的法运10000。2000年了，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就12000年，这个阶段里的众生的根性，啊，他都估计到了，啊，发灭后之后很长很长的时间。弥勒菩萨再来啊，弥勒菩萨下生经就讲得很清楚啊。啊，那么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内院里面也是讲经教学啊，这是很长很长一段时期啊，他那的根性复杂，所以我们能体会得到弥勒菩萨一生所讲的经，虽然只有三会轮华，讲的内容比释迦牟尼佛更丰富。为什么？他时间长，人有福报，因缘际会也，个个不相同啊。诸佛菩萨游戏神通，普度有缘啊，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就会抓住机会不放松啊。下面念老非常恳切劝告我们，敬起当世行人，我们现在在世间修行的人，甚莫初闻经中义行便生轻慢。有没有这个人？很多，不但是有，很多。啊，那么现在圣贤的教下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教下修行成就的比不上上一代。啊，我们前面这一代，啊，地仙老和尚、谭虚老和尚、
云音老和尚啊，甚至像李炳南老居士这样的人啊，夏天公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在家出家我们这一代比不上啊。我第一次跟黄念老见面，老居士就告诉我，这个时代禅宗密宗成就非常困难，禅宗得定的有像虚云老和尚得定没开悟啊，啊，算是不错了。他往生都率天，亲近弥勒菩萨。啊，密宗，他告诉我，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了，我们来见面的时候，啊，密宗的修行成就的人只有6个。他能说得出，往后成就全凭净土啊！我们从教下回头归净土，他很赞叹啊，很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我要不是李老师把他自己用的这个经本啊，他自己讲过一遍，就在经本上写的注解，我们叫眉注啊，这个本子给我，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就依靠这个眉注讲过10遍啊，以后遇到念老的这个记住啊，住得好啊，能不能再找到这个人，能够做一个不要说超过念老，能够跟念老并驾齐驱的，找不到啊。啊，这些人现在都走了，这些东西留给我们啊，我们是追赶不上，但是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修行，这个做得到，依照这个本子成就，就是这个汇集本，这个集注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我们能做到啊，这也就是老人的期望啊，能度一个算一个啊，过人的缘分不一样啊，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人啊，不是佛心不平等，是众生烦恼不一样，佛心是平等啊，念老跟这个下老平等的啊，这一点我们都要知道，知道之后啊，才知道感恩的，知道之后啊，才知道修行重要啊。啊，幕后这几句话，我们从前面念起啊，甚末初闻经中义心，便生情慢，信心虚浮，志愿迟缓，口谈敬业，心念尘缘，
如是求生，唐代吕年。吕年是哪一年呢？十二生肖有没有属驴的？啊，没有，没有就是完了。全功尽弃了，这没有你的份呢。所以一定要认真，要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一生心愿，一向专念，这就对了。又本经三倍。与观经九品是否相配呀？古说不也。佛在当年讲经，听众都是阿罗汉、菩萨，证得出苦。大乘出现的不少啊，这缘都殊胜的，所以佛讲经他们一听都懂，没问题啊。佛灭度之后，一代代传下来，传到现在将近2000年。现在人多疑，现在人对古人没有信心，越来越困难了。所以是不是这里三倍是不是观经讲的九品？古大德的说法也不尽相同。论为同者有认同的人，有谭鸾法师，谭鸾师有六论，里面说圣安乐土者无量寿经中唯有三倍上中下，无量寿观经中一品又分上中下，三三而九啊，何为九品？这是谭鸾法师六论里头所说的。又净严疏里面说，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愿生彼国，凡有三倍，总以标举如观经中粗分为三，细分为九，有这样的话。这是圆公大师隋朝的，他住的道场叫净严寺，所以后人对他尊重，不称名，称帝，净严大师。他的名号跟我们初祖完全相同，叫慧远。圆公是在东晋时代，这个是隋朝时候，不同时代。那么嘉祥说，嘉祥大师观经疏，他也有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疏注解。这里面说了无量寿经但名三倍，词这个词是指观经，词中开三倍为九倍，三倍者为上中下，九倍者与上品有三，
中下一三，故称九杯，啊，我们常说的三杯九品，啊，就从这儿来的。又景心曰：“今即何彼？”啊，把这个《无量寿经》跟《观经》汇通起来看。啊，观经九品，唯持三倍，啊，本经三倍，其意无异。啊，意思是相同的，没有两样。那么底下经莲池大师。苏超里头是小本弥陀经苏超是三杯九品正相配合又何异也啊就不必怀疑啊莲池大师讲又天台观经书天台是智者大师啊《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九品为令摄为高下，叫我们认识地位高下。啊，《观经》里的九品，即大本三杯也。大本是无量，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杯。啊，《观经》分为九品。”主张两经相异，也有人啊，这两个经讲的不同。有灵芝法师，有孤山大德，啊，这些人啊，这灵芝、孤山等住师，灵芝师为三杯之对。观经之上品，不涉于六品，因观经之中品及下品，皆为发菩提心也。故山稍广，为此之三倍，只涉彼之上品与中品。不是下三品，因为本心中三辈往生都是善人，而比观经中之下三品啊是恶人。临终忏悔，念佛得生也。是故诸师皆为两经不能相配。他说的有道理呀，不是没有道理。啊，说三倍三倍九品能讲得通，但是他认真三倍比较的是观经里面只有上辈讲发菩提心，中下品没有讲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很重要啊！啊，为什么发菩提心就是善人？经上讲的。诸上善人，那都是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不能说上善了。啊，而且还有些作恶的，啊，作恶的修这个法门，忏悔、忏除业障，啊，转恶向善，这样念佛往生。这两种讲法都是诸师大德都有道理啊。那么我们遇到怎么办？我们是跟谁去学？我觉得这个
不要紧，我们跟经，经为准。啊，经上说，这个经上说，三杯往生。啊，既然讲到三杯往生，而且都说的时候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三辈都有，上辈也有，中辈也有，下辈也有，啊，通通都有。啊，我们依照这个经，那么换一句话说，坛鸾法师他们所说主张的就对了，啊，就正确了。坛鸾道主这两位大德没有列在净宗祖师的地位。黄念老告诉我，是因为他们的著作没有传下来，到哪里去了？日本人带走了。啊，唐朝这些学生多半都是善道的学生，啊，所以坛鸾道者的著作被他们带走了，中国就失传了，现在从日本再取回来了。啊，看他们这个著作那是祖师不假了，啊，所以莲公念老都主张，啊，我们在列祖师的位置一定把这两个人加进来，坛鸾二祖，道卓三祖，善导四祖，啊，这样排起来才正确。啊，这是他希望我们后人如果再印祖师这个列位，要把这两位列进去，啊，这正确的。那我们再看，幕后莲池大师所说的这一段。莲池大师于苏超中，就是阿弥陀经苏超，分量很大。过去我们讲过一遍，啊，莲池大师的苏超，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我记得都曾经讲过。苏超完全用华严的声门开启，啊，实宣，把小本阿弥陀经提升到跟华严平等。这是莲池大师的用意，因为在那个当时大家亲视净土，啊，华严是每个人都崇拜的，啊，佛家里头的第一经，啊，最殊胜的，地位最高的，没有比华严最高的，啊，所以他这样一说，把净土的地位提升了。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啊，苏超说的好，我记得这部苏超我讲了，好像是那个时候是用录音带，啊，有这个卡式的录音带了，一个录音带是90分钟，我记得是我讲了300多次，
啊，几乎是一年的事情，啊，一年360天，我讲了330多次，啊，这一套带子车曾经带到美国，啊，让美国同学对净土产生尊重，因为大家瞧不起净土，啊，我这个300多个卡带落在摆在讲台前面，人家问这是什么？弥陀经，一部一部弥陀经讲这么久啊，大家就吓到了，不敢轻慢了。我是莲池大师所抄啊，苏超里面把这两种说法汇通了啊。苏超语：草庵扶正解月，天台以9品同3倍者，是与位次相同，没有讲到行音啊，讲地位相同，而孤山灵芝都不违背天台啊，他不要写。所以然者，以天台但有位次，背平正统啊！啊，二思唯若行音，则直其中上。啊，又是从行音上，那要对照起来，它只有中背、上背。啊，所以各有所据，都有经典做依据，取义不同，所以并不相违背，啊，故不相违。下面这大师告诉我，克时而论，这烦恼不依菩提，实我何妨众善，这句话重要。那恶人既已成善，岂不贤圣同苦？这一句话说得好啊！恶人只要他能回头啊，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啊，只是你一时迷惑颠倒，干了坏事，啊，造了地狱的因，堕到地狱里头受过报，啊，他不是没有善根，他不是没有佛性的，有啊，啊，只是堕在烦恼里面，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啊，那么先前的社会所呈现的是负面的，不是善正面的。啊，这个恶心、贪嗔痴慢疑，这个恶念，跟外面的这个风气相应，所以它很容易长成。啊，善心所在现在比较难，不是没有，但是只要他学佛了，读圣贤教诲，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圣贤，回头就是佛菩萨。啊，所以讲圣贤痛苦。3倍9品呢，正相配合，有何异言？啊，上至会同莲池大师的说法，甚其法要。啊，其何？佛法最重要的理解。
盖天台等主张念经相配者，乃着眼于往生后的结位。啊，没有说到他因地的行持。临知住是只为义者，是专修因地行持，乃就成佛早发菩提心，与平日之善恶而言，则观经之下三品，不能其与本经之下辈。莲师摩诃曰：识我不妨众善，身其身先。这一句话重要，给人有改过的机会。啊，先迷没有关系，你从小长大，你没有听过佛法，没有读过佛书，人云亦云，别人说佛是迷信，那我也叫他迷信。啊，别人轻慢他，我也是轻慢他。那我们年轻就这样的。啊，所以我感谢方老师。如果不是方老师，因为方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尊敬的人，他说话我们听，我们能接受。啊，不是他给我介绍，别人来劝我，我会反驳，额外理由很多，不能接受啊。啊，只有碰到这个人，我辩不过他，服了。嗯，这识我众善了。啊，26岁回头了，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那么以后遇到的善知识，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但是信这个法门难呐。啊，诸佛所说的难行之法，我对这个有非常深刻的领悟。啊，真的！我学佛30年，才相信这个法门。啊，我学佛到今年65年了，学佛30年才相信。啊，对经宗啊，才尊重。啊，才开始认真。研究学习啊，不容易啊，不像一般大乘经论，年轻人知识分子喜欢研究这些理论啊，那些大经大论很厚可畏，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很难相信，难信能信真不容易。啊，这一句下面念老劝导我们，沃人临终如能忏悔与发心，至心念佛，则人已成善人，故一蒙佛施受，随愿往生。故莲池大师曰：“岂不甚仙同苦，同登极乐啊！”啊，由此由上可见的，此经三倍无量寿经，毕竟九品观无量寿佛经，实相配合，不容合一。那、啊、这是念老。他的见地，那我们对他这个说法
赞成。啊，所以说由实由相可见，此经三倍毕竟九品，实相配合，不容合议。又报恩论曰：“此经上辈当出家。”啊，这个“当”也是配合的意思。中下二品呢，当在家，乃从其多数粗举大凡，故云。凡有三倍，啊，观此大凡六开为九，又极其优将，一夸是不夸是包夸，无量行音之不起，此论极好啊！这个说法好啊，《报恩论》里头讲。从古大德这些讲法，我们是抓最重要的纲要啊。他们的话能听懂很好，听不懂没关系啊。学这部经最重要的是本经所说的啊，如果你学会本经之后，再学《观无量寿经》，念老这一点的注解，非常值得参考。啊，为什么要把它融会贯通？目的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啊，关键是不疑就没有必要。啊，你问他们不疑的人，他会。这个说法点头，那个说法他也点头。啊，他不会反对，不会排斥。啊，为什么？一心不乱了，这个重要啊！啊，念这句佛号，念这部经文，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我们动怀疑的时候是夹杂，啊，不夹杂，超越这个境界了。啊，它对我们不产生障碍，没有问题。这个心态是正确的。啊，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